Canson 发现咗啲咩？但唔知咩。大家好啊，我系 Canson 哥啊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可以 like 同埋订阅我哋噶。今日我哋要去一个地方，就系青马大桥，大家去得多。青马大桥点样整出嚟？有冇人知道啊？今天我就带大家去揭发呢件事。大家见唔见到左手边是咩嚟啊？就是丁九桥，再左边就是青马大桥。今天我带你两个咧就去咧睇下究竟呢两条桥咧系点样起出嚟嘅。你都睇啊？系啊，有一个类似呢个博物馆之类咧，系讲当年点样起两条桥嘅情况。就是一个机场核心计划展览中心。有冇开咧？有。咩咁型嘅？讲得。机场核心，即系地核呢度咯。第二位。好啦，我哋到达呢个咩香港？好热翻车啊！好热系嘛？啊！呢、这个就是咧机场核心计划展览中心啦。关核心咩事啊？哇！睇呢個景點咧，以前個機場就喺呢個青馬大橋度。哇！開放時間應該係今日都 OK 嘅。嗱，總之我拉呢道門咧，如果開到嘅話就係開咗門啦。預備，一二三，我開到。係啦。哦 ，no， 好啦，呢個咧就係核心計劃啦。究竟我哋咧？呢、这個就是赤鱲角的機場啦，跟住咁啦。我哋而家喺邊啊？而家都有人噶。有。係點啊？機場嗱，呢度就係機場。機場嚟㗎。呢度就機場鐵路咧，就由咧中環咧就去到去機場啦。大橋咁長。呢條咧就係咧，我哋平時去平時去迪士尼嗰條公路啦，青魚幹線啦，就呢度啦。似航空母。呢個就係東涌市中心啊，西九龍啊，咁啊，會唔會咁？嗱，西區海底，我哋撳西區海底隧道啊，呢度咯，就係咁咯。咁我哋而家係邊？我哋而家咪響喺邊啊？呢度咯。摩連鐵路啊！呢啲啊啊。摩連鐵路啊！啊，摩連。嗱，呢個係未起好嘅樣咯，狂風冇浪，而家起好啦，而家新機場。好啦，我哋开始啦。哇，你见唔见有个飞机啊？喂，嗱，我哋首先睇一睇咧，呢个咧就系国际机场啦，系啦。跟住咧，呢个就系个 terminal 啦，新机场嗰个 terminal 啦，客运大楼啊，我哋叫做系啦。咁旧嗰啲相，系咪啲人而家考试啊？系啦，跟住咧。呢、这個機場鐵路嚟嘅，我哋有咩站呢？就係咧，係嘛？由香港站咁啊，去到赤鱲角機場。以前機場就係我哋以前住嘅地九龍城。搬咗嚟
係啦，我哋可以解救呢條橋啦。呢條橋就係咁樣起噶啦，青馬大橋。行如果打風或者好颱風落好大嘅風嘅時候，下層就會起噶啦。唔係不嬲都起喎。嗰時就咁起緊啦，嚇。係啊，即刻起啊！嗱，我搭地鐵啊，機場鐵路咧就喺下邊行嘅，你睇下。我哋喺上，平時我哋咪喺上面行嘅。咁機場鐵路咧就喺下邊行，同埋呢兩條咧就係頭先我講咧打風嘅時候咧先會俾人開放嘅。橋咁即係其實咧個橋有兩層嘅，我哋平時去迪士尼去機場就行上層啦，從來都未行過下層，我成日好希望行到下層。好啦，我帶你下一次個大橋啦。係啊，好長噶。全部都係翻嚟。啊，跟住咧，呢個就西區海底隧道啦。記唔記得我哋上次101大樓望落去，你話哇咩嚟㗎？嗰度咁樣嘅咧。入咗去唔知去邊。三號幹線啦，同埋西九龍快速公路啦，連成嘅全部，仲有西九龍填海區啦。中環的填海啦，好啦，原來呢間和天台的觀景台的耶廣東話觀景台啊，哇視像室啊，這裡就是好最多可以容納60人的觀景台，究竟現在有沒有60人在上面呢？哇哇！呢个就系一个观景台啦，仲有嘅免费嘅望远镜俾大家睇噶。哦，好靓啊！Canson 發現了什麼？是發現了啊，發現呢就發現了的，但不知道什麼這個看什麼的？看樹啊，這個做什麼？對著草來看啊，看什麼得草青嶼幹線就是在1997年4月27號通車1997年那時都香港都未回歸給大陸，所以呢那時呢在這個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啊，這個英國是啦，他來呢剪彩呢就呢即是教剪來剪，是啊，教剪剪彩，跟住呢剪了之後呢就開始通車了，跟住呢7月就將香港交了給大陸。英國大卓爾勳爵，1997年。冇啦，英國走咗啦嘛。好啦，跟住開完個大橋之後咧，喺1998年嘅7月2號咧，原來咧新機場就開幕喎。98年，係啦，咁啊當已經係交翻俾中國啦。咁啊，原來係江澤民主席咧就揭幕嘅，係啦，跟住咧就喺個嗰時咧，特首就係董建華啦。跟住個機場就係98年開幕嘅，大嶼山啊，係啊，咁我哋咧呢、這個細細嘅展覽廳行完啦，我哋喺呢度出邊啦。頭先我哋望落去嗰度啦，係啦，可以坐喺度啦。咁啊，究竟咧呢、這個咧機場核心計劃咧，就係、是、咧香港歷來規模最龐大啲基建發展計劃，成個工程咧。是8年了，起了工人总数呢
34,400 人啦，整呢個核心計劃工程期間發生7500宗意外啊，咁犀利啊！有49人死亡，哦，真係 RIP。係。係啦。咁頭先咧，我哋就喺上邊啦。原來咧，下邊咧都係有兩個望遠鏡嘅。係啦。我睇下先。其實呢座建築物咧，都係一座好靚嘅建築物嚟嘅，好有歷史價值嘅建築物。系啦，咁啊，就系、是、睇完就系咁啦。哇！好啦，好正啊！呢度望住青马大桥，好啦，咁啊，呢、這个诶，你、呢个边度啊？机场呢、這个咩？就系、是、咁多啦，系啦，好正啊！啊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Sun